美味秀。Hello， 傍晚好。大家傍晚好。今天安迪秀呢要做卤哦，叫什么？卤杂吧，叫什么？卤制，要卤制。今天有卤粉肠、小肠、猪头皮，还有呢果条仔。我把它放上去先啊，大家傍晚好。吃饱了吗？今天吃10分钟哦，大家傍晚好，傍晚好。看，刚才传烫上来的猪头皮，你放这边，别紧，我很重很重，我知道。来，叮叮，这个是什么？传烫上来的猪头皮。传烫好的猪头皮，这猪头皮这么大的，不是薄薄的那个叫猪头皮吗？我阿姑的是连那个猪头的那个旁边那个猪头皮的那个软骨全部都拿来耶，很大片耶，几片哦？三片啊。这个穿烫了，我刚才这个穿烫了啊，穿烫了，没有腌它了。好，我们先腌它一下，加那个黑黑的，这个是黑酱油、哦导油啊，晒油啊，然后要跟它抓到哦，均匀上色一下哦。大家傍晚好，喜欢吃呢卤猪头皮、粉肠、小肠，还有粿条片哦，粿条仔的粉丝们呢？记得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们哦。安迪秀很久没有煮卤制了，多久啊？多个月哦，几个月了？刚才洗那个粉肠，还有洗那个小肠。嗯，粉肠、小肠洗切了，等一下等安迪秀。有拍 video。有拍 video 啊，到时再上载啊。可是可以在家里准备了，半个礼拜可以煮这道菜了。对。很多工哦，这个要等半个礼拜一起。对哦，刚才磨到现在，磨到血。嗯。半个礼拜哦，一家大小在家的时候才煮这道菜了，因为他还要去清洗。哟，有看到耳朵了，看到耳朵了，吓死我！一看到什么？好多天没有听到美女声音了，美女忙完了哦，每个星期忙哦，从礼拜忙到现在。我们 office 开工了咯 ，construction 也开工了咯。傍晚好，大家傍晚好。每个讲 vegetarian raw so yummy 哦，今天听到师妹的声音啊，今天有卤猪头皮、粉肠、小肠，还有呢那个老杂那个粿条片哦，大家傍晚好。哦，猪尾有吗？猪尾？没得不，粉肠叫什么？小粉肠。粉肠灯。宝贝，我懂粉肠，后来叫什么？粉肠不叫吗？叫什么？灯混。等混啊，等混。混等。混等，小肠呢？等囝。混等，等囝。猪头皮，嗯。对。猪头皮。猪头皮。傍晚好，这个是猪头皮哦。安迪秀呢，适量的晒油呢，我们均匀抹上猪头皮，给它。没有腌到盐啊，等一下帮我点一下。好，盐啊，粉丝可以帮我写上来吗？猪头皮、粉肠、小肠的英文哦，粉丝要知道哦。安迪，你洗这么勤劳哦，要洗那个粉肠小肠。对啊，要拍 video， 哎呦，忙得要死。安迪还要拍 video， 要拍 video 就很快。这个那个葱头油，我刚倒下去。啊，葱头油啊，适量的葱头油。葱头渣啊，吃完了葱头油。We Dubai Pig Head 啊，应该那里都有卖啦。以前安迪就是在 NSK。这个是那个三舅的，三舅洗到清洁。安迪秀的三弟洗好干净，然后呢，这是清洁的。我的堂哥帮我带出来的，你看到吗？锵锵，不相信啊！好，我们爆香油，烧热油呢，爆香姜片哦。你看很多香料哦，跟大家。我先充值一下。来，给大家介绍里面有什么香料啊？来，这个是桂皮。这是桂皮吗？这个是月桂叶、嗯。然后桂皮、五香、八角、丁香，然后这是什么啦？豆蔻。八角。这个豆蔻，看到吗？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哦。阿弟秀在甲龟卡那边躲，看得到吗？还是要远一点，等一下我放靠近一点。我们有月桂叶、五香粉、桂皮、豆蔻、丁香、八角，然后呢要清洗一下哦。清洗干净过后呢，我们要下锅一起炒香香料哦。大家傍晚好，喜欢呢是卤猪头皮、粉肠、小肠的
粉丝们呢，记得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们哦。好，我们现在呢爆香的姜片小葱头适量哦，然后呢把清洗好的两个桂皮啊，然后呢三个月桂叶下锅一起爆香。继续哦，这道菜大家会很想念，尤其是我们家的那个田径哦，会加饭哦，加饭。爆香姜片蒜姜片小葱头，清洗好的两个桂皮，还有呢叶对叶哦，先爆香它先啊。那色色就不要炒了。嗯。然后其他呢，我们先把它清洗干净呢，放弃一个这样子的布，来来看一下。放袋子里面。看到吗？放袋子，等一下呢，我们要一起煮的。放完好，放完好。猪头皮，对，班长来了哦，班长啊，猪脑 also inside 吗？有吗？没有啦，没有猪，没有放猪脑，没有啦，猪脑可以吃吗？可以啊，猪脑煎蛋很香的，听到吗？经常讲猪脑来，哎，对，我发现到你放什么都拿来煎蛋都很好吃。以前我们小时候的，看妈妈那个猪脑来炖，来炖药材就是补脑，是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你没有炖那个猪脑给我们吃的，没有给我们补脑一下。是啊、哦，现在小朋友是喝碟碟了。谢谢哭，帮我写上来哦，谢谢哭。今天我也是啊，昨天煮这道菜哈、啊，哦也卤，等一下他昨天也是卤这道菜哦。谢谢大家哦，有没有想念师妹的声音嘞？猪脑是黑暗料理，不是啦。对啦，你要洗心。要把那个鞋子拿掉。一摸 can help 补脑。猪哦，这么厉害，这我没有吃过你煮的炖的猪脑。我知道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吃猴脑也可以补哦。是吗？懂哦。放一汤匙的那个冰糖啊。好，我们加一汤匙的冰糖。来融一下。好，我们先讲它溶解哦，一汤匙的冰糖哦，应该很多粉丝会想念哦，卤哦，拜六礼拜可以买耶。对啦，以前的猪可以哦，还对，还有那个猴脑，大家傍晚好，进来的粉丝们呢，记得进来哦，欢迎来到安迪叔叔呢大家庭哦。如果有任何疑问呢，可以问我们线上的学长们哦，大家都煮过这道菜哦。只是说安迪叔我很想念猪头皮粉肠小肠的味道，因为呢它这个里面的食材呢是我的三舅哦特别清洗干净拿给他的。叮咛，你看猪头皮，原来猪头皮这么大片的哦。没有啦，这个比较厚哦，这个比较厚哈。我去 NSK 看的猪头皮，只看那个耳朵嘞。全部放完下去，那粉丝看到你这样子心哦，心都痒痒，他买一天跑去买啊，然后明天猪头皮全部被买完了，很快啊，猪头皮好像没有这样这么多吗？不是，哦，有散卖哈、哦，有散卖，这个有一个，还有加一个耳朵，啊，一个加一个耳朵啊，一个猪头皮加一个，三个哈，不是一对啊，有三个。多给他一对的，一个就是两个耳朵，不是？我给他一，我们叫一对耳，一对耳朵、啊，一对耳朵多加一个三对耳朵，三个耳朵啊，能加一点，有肉的嘛？它是吃口感的，它吃口感有啦，这个不是肉啊，嗯，先点，吃口感，那个肉 Q Q 的了。安迪想吃那，安迪最想吃那口感跟爸爸一样，而且爸爸超爱这道菜，它煎加先。猪头皮是 crunchy one 吗？哦，有口感哦，这个软骨有口感。哦，我们加晒油啊！哦，不要。要加酱，加多少生抽？适量哦。嗯。差不多三汤匙的生抽先哦。你们可以在家里煮的话呢，可以自己选哦。是 NSK 什么都有，这个是三舅
准备给妈咪的，因为妈咪上次有卖猪猪哦，想看哦。哦，它的那个生抽一下去，那个味道很香啊。生抽一下去，生抽味道下去很好香。加适量的水，加多少水？还没有，我已经加水。我们做倒啊，生抽给它卤完。不是，那个什么放最后？什么放最后？不咸才放那个最后。放最后啊？拿来三三十，应该差不多100。100 ml 加330的话，差不多350了。150 ml 的生抽，我们下锅一起翻炒均匀哦。很香哦，那个味道。妈妈，那香香，那个生抽一下去哦。一热，那个生抽预热的那个香味很香，不是妈妈很香，我妈的猪头皮很香。拌完好，你看 ，this one cut into slice 哦，是，然后包上。我点那个五香粉啊。好，五香粉适量哦。那五香粉。嗯。啊？配酒一流哦。爸爸那天拿他的酒出来配啊，会很难洗吗？因为我的衫就哈洗干净来才拿给妈咪的。如果那个毛洗干净了的。如果呢你在外面买哦，也就要拿那个火去烫对吗？叫他用火给你烫掉。对哦，他用火的。他用火叫他烫掉，越多毛越好。猪鼻子有吗？有，全部在一起啊。有，全部在一起，它是整个皮哦，猪头的皮哦，猪头壳哦，所以我没有写猪耳朵，猪头皮，你很搭配，字面不知道怎样写，如果写猪耳朵又很奇怪，少了那个鼻子那边，所以我就写猪头皮。妹妹来了啊，五妹先来这边报道先，然后提醒她的妈咪煮给她。妈咪，你记得留一碗给我。妹妹也是有吃卤哦，妹妹想那个卤来配饭哦。我们家五妹哦也是很喜欢这道菜，小时候哦还会加饭。You all like to eat 哦 ，exotic food 有啊，有一块飞出来没？这里，这里，不是有没？有啊，没有啊，姜啊，刚才我拿回去了。哦，姜掉了一出来，姜，猪头皮应该不会掉了。这边多少的水啊？一厘的的水，我们呢把炒香好的这个耳朵比较软软的先放下面。对，耳朵放下去先啊。哦，在这边喜欢吃的人就很喜欢哦。如果呢你不吃猪头皮啊、粉肠啊、小肠不用紧哦，你可以呢加蛋啊、豆腐啊都可以哦，同样的煮法哦。可以放三层肉吗？可以。有，谢谢粉丝帮我打上来了。你喜欢吃什么你都可以加，同样的方式呢可以各搭你爱吃的食材哦。看我们炒香好了，美美的。哇，这个还没有熟，不能吃先，只是穿烫好了，可是不能吃啊。硬邦邦。我们刚才呢先把这个猪头皮穿烫起来，然后呢抹上适量的生黑酱油哦，或者我们讲的晒油，然后烧热油，我们爆香姜片、小葱头、桂皮两个、三个月桂叶哦。放气，慢慢放气。它耳朵比较难。爆香后呢，我们加入了150 ml 的生抽，适量的晒油，然后把呢刚才抹上晒油的猪头皮呢下锅一起炒香。还没有炒熟的，它只是炒香它，然后均匀沾上那些香料，然后下去给它用气压锅去焖它。你看这些料哦，全部都是精华留下来。安迪秀刚才在那个气压锅里面烧了一厘的水，然后炒香好的猪头皮呢就全部下去，给它整山温暖。卤猪头皮大肠小肠好吃，会欣赏的粉丝会欣赏的。而且这个是妈妈的味道，我来看到粉丝讲有妈妈的味道。叫五妹在家里煮哦，以前妈咪煮给她吃，现在还要煮给她儿子吃啊。嘿，吓到我了，吓完了哦，小心啊，妈妈小心看。现在旁边是热的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好，吓到完了，那么多久呢？
这个啊，我先给他一个，我们先焖煮20分钟啊，需要放胡椒粉吗？要。现在放吗？现在才放哦，不现在吗？再快放啊！嘿，这个，嘿，哦，这边有汤，你要跟大家一起介绍汤是什么。妹妹跟你讲打包先，妹妹，等我明天有去。这个刚才我爸他没有卵，先放下去。啊，这个是粉肠，应该是没有卵的啦。这个卵才好吃，来放下去。你们如果清洗干净好的粉肠的小肠哦，你可以，穿烫了干净了，对吗？你才下去卤。喂，这卤才会卤。必须有把那些影片剪起啊，拍起来哦，等下才慢慢剪给大家。这个肠不要要卤，要煮不要久。叫我明天要快点回来，要快点剪接哦，因为粉丝等下通常明天去买，半个礼拜要煮，通常很复杂，和菜粉丝会选半个礼拜。这个等下汤要来烫那个粿条仔。粿条仔，你家小朋友会吃吗？不知道哎，我们家小朋友会吃吗？可能不要跟他讲会吃哦。以前六妹也是这样，不懂是什么，也是他啥吃了，然后讲，啊弟这个好吃哦，我没有吃过嘞。啊，这个是那个头皮啊！我以前印象中的猪头皮，看起来很怪怪的。这么你的猪头皮跟我想象中猪头皮不一样。哎，昂哥切到美美，切到一片一片哦，反面吃。好了，我们现在呢下了粉肠，还有呢小肠哦。高一点吧。我们刚有一厘到的水，要不要从下面放上来？我们再加一厘，加500ml。然后鸡蛋呢？哦，是哦，还有鸡蛋会吃水哦。多放点水，我们多放一点水啊，可以加多一点的，你看，给他们的字他们很难读。嘿，有没有粉丝跟我们一样想吃这道菜呢？我们该里面已经一厘的水了，有一厘的了，加多一厘的啊，因为等一下还有豆腐，还有鸡蛋，哎，鸡蛋有没？有鸡蛋啊，赶紧放。这个等一下烫汤了，好了，小心烫啊。请问会煮潮州咸菜吗？配粥一流。我们好像没有吃潮州咸菜耶。等下来换我看。等下洗粉肠，弟兄哦，再把影片发出来，师妹剪接一下啊。很多工哦，弟兄忙了整个下午都是在洗那个粉肠跟小肠哦。等下我们练15分钟，等下我再放鸡蛋了。总共1.5L的水噻。好，里面有1.5L的水。你要先焖煎它肉软一下，要不然它肉。焖多少分钟？15分钟。可以啊，那应该。This dish will cook at home is so short， 是不？在家里煮才够吃哈，外面打包你讲吃一点点。好了，这边是什么呢？你给你看一下哦。这里呢 ，Andy Shu 呢，刚才用。哦。哎，等一下，还没有好。那什么没有放？哦，还有这个，还好干还是没有。弟兄是福建人，这个是刚才清洗好的香料，在这边，差一点忘了下糖。嘿，我跟你说一个秘诀哦，弟兄呢，每次怕忘记放什么东西，就把那东西摆在他面前，就记得。要换宝宝他吃鸡蛋，慢了，等下宝宝他鸡蛋来换。好的。他塞了，慢了。这个拿掉，我要炸。炸嘛！我要炸那个导光，导光炸下，要不然你要吹到我。我们要炸豆干啊，先把豆干炸起来。要不要去干哪些？你放一号，我炸豆干掉。这个汤等下要放那个卤那个锅条仔。我要摆肉。Enjoy Mommy Cookie， 谢谢大家哦。什么鸡龟卵啊？李莎讲很想念她妈妈煮的，没有关系，可以大家可以学习哦，把以前的味道煮出来哦。那个导锅炸一下，要不然等一下怕它脆掉。我们先烧热油哈，把豆干炸一下哈。
下锅呢，焖煮十五分钟哦。准备了豆干，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叮叮叮叮，我们的豆干在这里哦。今天有五片豆干，我们要下锅油炸一下哦。等一下呢，你炸过的这个豆干呢，它下锅卤的时候，它才不会散开来。好，现在先烧热油先。优先啊，挑那反正阿龙哥烧热油先，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先下锅油炸，炸一下不要定型啊。嗯，然后你下去卤的话会散开哦。记得那个水哦，可以用那个吸油纸呢，先把水吸一轮先。哦，还有鸡蛋哦，妈咪小心后面啊烫。今晚我煮瘦肉猪肝鱼丸汤，还有呢，煎午餐肉炒菠菜。哦，粉肠冲洗外面就好哦，里面不要冲洗，不干净臭臭的，小东西不干净臭臭。那的确有，刚才下午在煮的时候呢，它有开起来哦。等下呢，师妹才把它剪戒了，才发上去啊。先把这个豆干呢炸起来一下，为什么炸呢？因为等一下哦，它炸过了表皮呢，它有一点硬的话呢，等一下我们下去卤它就会散开来。拉美式复合城是安迪秀亲戚吗？不是，安迪秀是来自拉美式。复合城是那个台湾的人，加的弟弟，我的那个还没。先炸先哦，豆干很美哦。Alice 在香港平时会吃到那个卤猪头皮粉肠小肠吗？我们在马来西亚比较常会吃到哦，在新加坡也会可以常吃到。这道菜呢是我们家乡哦以前最爱吃的。我们拉美是有一间粿条仔叫阿迪粿条店。以前小时候我们的回忆就是爸爸拜六或者礼拜哦早上带我们一家大小去吃，然后师妹以前小时候傻傻的只会吃粿条店跟那个汤，不敢吃那些内脏，然后大了奇怪就问我们爸爸妈妈这样爱吃内脏哦，就会 try 一下。小时候我们就是吃那个豆腐鸡蛋配粿条店，然后连辣椒都不敢点，怕辣，然后就这样子，从小哦，就是有这样子的回忆哦。早上就是吃个条条，你问一下拉美斯人就知道了。大家小时候都有这个回忆哦，就是早上去吃粿条仔。然后当我们到了出外城市啊工作的时候，就想念这道菜了。因为它真的很多工哦，所以呢，有时候你要煮起来啊，你还要花很多时间，慢慢的去清洗啊、煮啊这样子。
看到猪头怕不敢吃，我们 AD 不敢吃。我今天要偷吃了，把荤菜变蔬菜来煮。嗯，加油啊！可以哦。先卤猪头皮、粉肠、小肠、火条仔。你想做的是什么菜咯？美艳先问哦，师妹，你今天做主播吗？今晚哈、啊，没有啦，安迪是今天有跟他讲，你哭都打来讲，他有送那个他的那个海鲜。我本来不要煮猪头皮了，他讲你想要送货来，我快点清掉。你笑了，你很好笑嘞。安迪是两个冰箱，快点清，快点清掉，你很占位置哈、啊。对呀、啊，那啥、个，那个杀猪的拿来，我们没有清洗，那天洗那个煮那个扫地机洗到都没有空，没有去弄这些东西，我今天才搬出来弄。阿弟快点搬出来弄，他讲知道那个海鲜要到了，要留一点位置给海鲜的家，留一点家给海鲜住哦，因为每次一次过他寄来嘛，整大箱哦，冰箱两个冰箱都不够放了。哦，来宾的新新加坡叫格栅。粉肠、猪头啊、粉肠，还有猪肠要少吃哦，有蛔虫。所以这个它不能生吃的，一定要煮到熟的。安迪秀，你的粉肠的里面哦，要过那个把蒜米炒一圈哦，要不然怕有里面有那个蛔虫啊。嗯。我先把拉勾妹的信息给你们先啊。这个鸡蛋跟这个两个等一下放下去哦，嗯，那个满了，只是把那个豆干呢过油一下哦，谢谢副帮我写上来哦。记得粉丝们呢买了拉锅妹的锅，一定要记得去 register warranty 啊。卤制有放什么调味料吗？等下跟大家分享，因为刚才只是把它卤的食材下锅，150ml 的生抽配搭适量的晒油，然后呢，还没有试味道，还没有试味道的哦。我的五门雪桂也是满满的，对哦，其实是好事来的，证明大家现在哦在家里勤煮饭哦。那个咪咪还没有听完那边，拉米是果条仔是游客们喜欢到的地方，对。好，拉锅妹的 link 发给你们了，只是把它的表皮呢炸一下，酥脆一下，定型一下。等下炸一个皮，等一下才放下去，不会全部糊到完啊。来看得到那个豆腐的那个什么。好吃的食物，我们喜欢那个粿条家，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吃这道菜，满满的早味回忆哦。安迪的那个气压锅买不到了，那个是很多年的古董了，跟我同年啊，有吗？二十多年还是小我，还是跟妹妹同年？你的气压锅跟我同年，还是跟妹妹同年？没有啦，二十多年啊，二十多年了，跟妹妹同年。这样跟你差不多了，跟我差不多啊，这样30了，妈咪。在老家阿妈家那边买的。哦，这样30了，他30了。卤制可以拿来卤面，我是先提醒你的资料留起来卤面了啊。最近公司忙哦，今天放一天假，有才有时间看。对呀、啊，现在很多粉丝看重播组哦，所以呢，有时晚上会收到粉丝们的信息。那差不多。煮了4分钟还有5分钟，这个猪头皮不会很老，所以我给它烧5分钟，但是那个 MSK 可能要25分钟、哦、所以可以可能 MSK 比较大只，那个皮比较大只，好过油一下就可以了，过油一下给它快爆掉就好了。我们今天下午煮那个米糊桂是最好笑的，安迪是下午煮金瓜面粉糕，然后我们讲，妈咪，以前你煮一大锅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小朋友会拿住碗在旁边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然后呢，安迪在那边笑，然后他自动的转去右边看，结果是谁在旁边等你？因为安哥肚子饿了啊。安哥现在是安哥排一号位啊。安哥肚子饿，我回来我买菜回来，快点吃那个粥。没有以前。爸爸是帮我们拿，现在全部大了会自己拿，现在爸爸帮自己拿耶。
前我买回来就去买豆腐，然后放酱油配粥。你们有这样吃过吗？我喜欢吃，我最喜欢豆腐放酱油，然后配那个粥。然后安哥就没有吃粥，安哥是在等吃那个牛哥。我粥吃饱了，然后我快点煮。这锅多少钱？你可以直接去哪个妹的 link 里面看哦，他有时有做 offer 哦。如果粉丝们呢在各大商场有看到哪个妹有做 offer， 可以跟其他粉丝们分享哦。新加坡可以在 NTUC、Takashimaya 都找得到 ，OG 有 OBHP 啊。师妹有格栅的食谱吗？还没有打哎，我还没有打。好像煮过了，上次。我们之前以前有煮过，然后我回去找一下那个。我们先把豆干炸一层，然后表面的一点硬哦，然后才来切，因为呢等下它就比较卤的时候它不容易散开。放完好，大家放完好。今天晚餐煮一道一锅熟吗？差不多，差不多一锅熟了 BB。 可是弄到很久，小心啊，弄到很久。我刚拿过来了，困吗？你发表了，来来，会困水哦。炸弹，真的是炸弹！大家在油炸的时候啊，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毕竟哦，它清洗过后呢，它会有水分，然后碰到这个油的时候啊，会溅起来。我明天是 Malaysia Day， 我就好看。这个叫什么豆腐？我们叫豆干呢。脑瓜。脑瓜。豆干。哎，为什么叫豆干？不懂香港叫什么？这个锅蛮重的，它是锅，它的本身是干锅，锅身来的很重啊。这个干锅很重啊，它这个外面有蛇鳞的保家，里面呢这个红锅这层呢有两元的保家。它是不粘涂层呢，是来自伊拉克里面水晶刃的技术哦。甘香鸡啊，阿弟你会煮甘香鸡吗？刚刚该吃，我第一次吃是在怡保哎，干香鸡，但是就有煮过吗？我想想，好像没有哦。大家帮我好，今天六个人吃吗？算一下啊，几个？三。今天不要多人吃啊。五六六加二，妹妹还跟你讲，妹妹还写上来打包。对。问题是妹妹，我唔知等下够得存冇，不要饿你辛苦。但是文强我没有煮完，爸爸讲没有人吃掉什么酱冬，我讲自己讲没有吃，爸爸也没有吃，爸爸没有吃吗？有吗？没有煮完，妹妹有吃，我跟你讲，妹妹最爱。比比讲还没有吃猪头皮，不敢吃。大家要小心啊，炸这个蛋的时候尽量要翻滚它，因为它怕等下溅起来又有水分哦，那声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因为里面有水分哦，所以。大家呢要啊，阿弟兄呢，他是怕中小火慢慢去炸，然后一直要滚它一下。我怕它会爆会爆吧？哦，炸它变爆弹哦，危险哦，大家要注意安全啊。对啊，它比别人恐怖。小心啊！对，谢谢酷的提醒。弄懂我应该 OK 了。它是来自哪里啊？可是问我哪个妹来自哪里？德国呢？嗯？德国呢？好像是德国哈，他姑妹来自哪里啊？找一下啊。好像是德国哈。哎，他现在哪里？他现在哪里都有卖，我记得好像是来自 US 的。还是 US 啊？帮大家确认一下，他姑妹来自哪里哦？好，他姑妹来自 US。US check out US。六加二才六粒蛋，两个人没有得吃。我跟你讲，因为等下师妹会留肚子。应该是我没有吃的。安弟秀没有吃，师妹。因为我煮到累了，想难过去了。安哥会留肚子吃猪头皮，留肚子吃猪头皮，因为肚子胃没有这么大，要留点位置。爸爸切一点那个鸡母。爸爸切青瓜。爸爸，妈妈切青瓜来放那个白妹妹了。粉肠怎样洗呢？粉肠哈，安弟兄，我刚才下午拍影片哦，等下呢可以呢，我把他这个影片呢 edit 掉过后才发给你们啊。你粉肠也容易洗的啦。
师妹叫他们过来吃，就不用打包了。要打包了，现在风格不会过来我家吃。炸蛋可以煮三拌好吃哦。有上次有煮过了，煮过了，好吃，它是好吃，真的好吃，三拌好吃。炸蛋要煮什么？等下卤，要卤。然后看到吗？我们的鸡蛋还有豆腐，豆干炸好了。好了，我们的这个差不多要熄火了。妈咪，那个下锅可以熄火了。到了。还有跟安哥一样哦，很有耐心的，慢慢在家里准备菜。这个是那个羊身须。羊身须。我跟他包住里面，要不然等下去慢慢挖它。啊。这个是那个 A1 的巴库爹料两包。还是那个红色？不是，那个红色。那个。那个巴库爹。叮叮，看得到吗？我们把里面呢，它你这样拆开里面哦，里面有两包汤包，两道汤包在这边，多少的水啊？四厘特的水啊。好，四厘特水。我们先要把那个果条仔的那个果条味啊，加盐哦，提味哦。要煮多久哦？或者熬多久？有啊，刚才五点半这样熬半小时。熬了半小时哦，提味一下。A1 的肉骨茶汤包，还有呢羊身须，四厘特的水，就这样子熬它，半个小时以上啊，熬越久越贵啊。调，我们加适量的盐，调味料，还有呢晒油。这就没了。哇，卤猪头皮，家人爱吃哦，很多工哦，大家可以在家里练习练习。够啊，够吃啊，够黑吗？够黑了。放咸吗？放咸吧。化咸吗？无咸。没有咸。颜色没有，放那个晒油下去，那个颜色整个就漂亮了。修红路是安迪秀亲戚吗？你看到胡椒吗？都不知道哎，问一下安迪秀。安迪秀要看人看脸。加适量的胡椒粉。你们来，粉丝们来到马来西亚哦，可以尝试买沙拉瓦的胡椒粉哦，很香。沙拉越胡椒粉是我马来西亚有的一个，可以带回家做伴手礼哦。咸不咸？咸不咸？你要加那个生抽比较快。加半茶匙冰糖，好了。这个汤不用太咸，汤没有这样咸哦，因为它跟着果条仔的呢，等下可以搭果条仔喝的。好了，如果要快就加生抽，是会不会这样会调，直接倒生抽比较快啊。哎，你没有开火？有啊 ，OK 了 ，OK 了。切锅熄火了啊！切锅熄火了。单身虫。可以自行调味哦，根据自己爱的咸度。他自己喜欢什么？我们家应该有一汤匙了，生抽。
炒了，再拿来烫那个。水吗？对啊，这个关注了啊，等一下再来烫那个。你要先烫还是？有，弄这个炉子还没好啊。是啊、哦，我们烫好了，准备好烫了。哎，小心它变烫啊！不过哦，这个可是这样子看看一下，明天可以去买粉肠啦、猪头皮啦、小肠啦、豆干啦、豆腐啦。这里面还放蒜米哦，这是什么米？该捞上来的蒜米。然后再放切掉的辣。哇，爸爸的那个青瓜切得好漂亮哎，看。爸爸帮我们摆盘了，等一下帮我们摆盘。这是刚切起来的，爸爸切的青瓜是没偷吃，然后每一片都切得很均匀。嗯。煎煮。如猪头皮、粉肠、小肠，还有滚鸟店啊，滚鸟来，滚鸟。哎，旁边那大的白色盘子，没有啊，还没有熟啊。锅冰锅了没？有没有？你今天吃太多。我们卤好的粉肠、小肠，还有葱段放下去了哦。然后另外给它收汁哈。三舅，不要会很老，所以它很快。这个三舅，谢谢你的猪头皮哦，还有粉肠、小肠。三舅在线上看你煮啊。我想这个它比较会老，所以它变它就熟了。太熟等一下也是不好吃。三舅在线上看你煮啊，应该是他收到风声了。三舅的猪老婆是亲戚的哈。三舅的猪头皮是亲戚，所以拉比的粉丝们就有福了，可以直接去买，不用清洗这么久啊。对哦，他的皮是刮掉了的。粉肠、小肠，我的最爱哦。加大碗下去哦。来汤汁，哇，妈咪的那个汤汁浓浓的，还会煮到收汁，我发现的。这个汤汁我跟你讲，精华来的，你吃不完的汤汁要留起来耶，你可以来卤面耶，来跟那个面配搭吃也是很好吃的。这个就很快面，这个，这个差不多了。
们吃到过够哦，开心哦。因为去外面打包没有没吃到，这样安迪讲自己煮比较家调。没有啦，自己煮吃得到自己的味道。嗯，打包吃不到自己的味道啊，少一个味道哦。而且我发现自己煮一个好哎，你可以自己调自己喜欢的那个咸度。这个应该没有过咸了，我要再调。嗯。真是给你赞呢！喜欢吃卤猪头皮粉肠小肠们，明天要去买材料了，买食材了。师妹，等一下要把那些影片呢清洗好的影片，那些清洗粉肠还有小肠的影片呢放上转上去哦。Yummy yummy， 我觉得大家吼对你的猪头皮比较感兴趣。而且他等一下，等一下 collagen 啊，为什么没有放 clay pot？ 因为放不下，每根放不下，太多了。他调味啊，他调味了，应该是没有咸的了。因为我们刚才没有放很多，刚才只放了150ml 的生抽，有咸吗？咸不？对，有啊，这样你就不用加了。可以加辣椒，不敢加先，因为我们家那个小瓜放了辣椒，他不敢吃。我的颜色不够黑。你要拿来量，应该你用来量的嘛。不够黑哦。不够黑。你要拿那个量那个生抽。Perfect 啊！有口水啊，我跟你讲。今天有开箱啊，等一下看他几点送来哎，问他几点送来。加多少？不到50啊？没有了，30。30，刚30。所以我们总共放了180ml 的生抽了。哎，刚才这边轻的三对对对，你加了，你这样讲，你放150吗？50。哎，你刚才讲放100吗？加50，再加30，180了。我拿电路条。有电路了，跟那个小的那个烫比较容易。A lot of sauce for rice topping， 这个我跟你讲超下饭的，你配饭吃超下饭的。哇，妹妹吞口水啊！刚才我下面放葱，我怕它等下变体会烧焦，我把葱放在下面。哦，还有下面有放葱，要不然没有闻到怕。朋友说猪头有毒，我要少吃哦。对吗？嗯，爱吃我没办法。这是我们小时候哦，那种古早味啊，家子在家里煮哦，想念那个味道啊。好了，这古早的想念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就是这种卤汁哦。以前阿公阿妈们那个年代到现在都是吃这个的，吃那个卤制。今天是尼库多送食品来，做安迪秀孩子幸福哦，天天吃好料。我们没有常吃，偶尔想念吃就在家自己煮了。放胡椒下去啊！今天直播是没有。在煮的时候可以放那个胡椒粒下去比较香。你可以放胡椒粒或者胡椒粉。够黑了啦！够黑的，九次哦，没有关系，这是回味的，很想念以前的味道。我们面沙喝很香，本身呢，你秀那个。猪肚啊，那种猪头皮啊，粉肠是没有味道，可是那个生抽的香味很香，那个五香的香味也很香，所以喜欢吃那种五香的香味哦，在旁边哦，先嗅味道先，嗅味道吃一轮先。尼库多他们各大冷冻店都有卖，或者是其他的专店买也可以，还有尼库多西部在 TJ， 还有什么业也有，他们蛮多分行在 KL 跟 TJ 的。尼库多西服啊！我那个胡椒粉还要吃。
个你姑姑的信，那个联络号码给你。我们面没有那个色，这茶特别好吃。阿爸，你夹大盘哟，大盘怎么做这一盘哟？啊？大盘怎么切盘啊？I miss from beginning. How to prepare recipe 啊？看没重播。我们在拿那个果条仔，果条仔啊。嗯，你不懂 ，everyone in Aeon Gasco。Gasco 有了吗 ？Gasco。那等你不懂 ，Aeon Gasco 有了，跟我分享了。OK。你不懂。是呗，嗯，这个要过水吗，妈咪？要盛饭应该是过，不用过水啊。如果你看过水也可以。因为你会拿一个大大个的那个。会盘啊？没有啦，你不这不放小碗咩？你要放成小碗小碗啊？要吗？可以啊，我很喜欢。哦，大碗的有切过啊，现在放小碗啊。大碗的有切过，放小碗切。我去买伊碧老虎虾卷，好吃哦。龙哥啊，龙哥和六妹最爱吃那个老虎虾卷，也是炸哦。龙哥没有讲错，没有讲很多，有十个好看的都可以吃掉。我们把这个果条仔呢烫起来过后呢，就可以好吃的割掉掉哦。傍晚好，大家晚上好，七点了，地从天亮煮到天黑，下午煮到晚上，从下午煮到晚上，哎，这样子也是对的，从一点煮到现在。我对讲，我对讲，没有钱吗？来，我给我来，来，宝宝小心烫啊！大家应该看不到安哥切哦，因为很烫，真的很烫。他们想念安哥切，要叫安哥切吗？要叫爸爸在边切，可是很烫哎，很烧哎，妈咪小心烫啊！哥哥在旁边切哦，没有办法了，哎，很烫哦，还要带那些，要给爸爸线上烫切还是什么？修。可以看安迪切嘛？通常安哥切，安迪要顾火，安迪要烫，安迪要顾他的炉，他的炉子。对，妹妹，来烧一下，你烧掉。妈咪有留位置，爸爸切啊。OK。这两穿上那个。你那夹得不好的喂。阿妈 will enjoy 啊，阿妈可以吃多点。你到去蒸鸡啊？啊。不落袋，你几几个计使割块？爸爸那边切嘛？那个文章夹也分开分开啊？啊，爸爸分开。喂，爸爸那边切，我留。刚上来的比较好吃。这样煮法大概多久？气压锅要15分钟哦。然后呢，你卤到呢开始开小火。这个，你看你的肉啦，你的肉比较老的就要比较煮哦。我们气压锅卤了15分钟，然后呢放去汤锅里面给它慢慢的煮。我帮你在这边切嘛。都顶了。有啊，那你位置快点快。可是要看你切哦。没有位置啊，各家。现在可以。各家吧。我们看哥切的成果啊，对，我们要等哦，阿哥在旁边慢慢切，也烫啊。小小包是什么香料？刚才我包起来的。啊，里面有豆蔻、茴丁香、
还有什么呀？八角。汤会很多嘞，嗯，这两个话就很。要鸡蛋？只要你爸爸。没有，鸡蛋没有人切了。找我爸找啊。很烫哦，爸爸在切。爸爸在慢慢切。关火了，不要火了，等下我怕它哦烧焦掉。Do you keep pig skin for BBQ？ 没有哎，直接卤蛋完哦。哪里？这个啊，不要不要。还有啊，还有半个嘞，阿姑给我了。哦，还有半个啊。阿姑给一个半嘞。你还有半个留 BBQ 啊？不是问你。是吗？伊琳问你的，伊琳 ，Ellen 问你。阿弟啊，安哥小心切啊，有啊。关火了啊，这个不要闷了啊。好了，它收汁了。归喝了，来，我跟你换过来。我们要看你那个盘子。归喝了，要拿那个。我拿的那个烫嘛。归喝了啊。好。搬另外一个，妈妈搞，搬另外一个过来啊，对。猪皮，汤要煮到烂才好吃，要煮到入味就好吃哦。啊，谢酷酷，谢酷帮我写上来哦。嗯，有，我们刚才有放那个小袋子里面有那个豆蔻、丁香，还有那个八角。先穿烫先啊，我先来这边就滚，那边会滚几罐。来，我拿那个，等一下放哪个碗啊？放在碗哦，你要当你要白色的碗。我搞搞了，我过来，我刚刚点。来了。红色的吗？红色的。要出色。来。哎呀，把你一点肉放在上面，把你吃完就可以。可以，妈咪先穿烫一碗先。先穿烫那个粿条仔，够吧？不用太多。嗯，一碗穿烫一碗就好了。等下他们要的时候，够了。粿条仔们记得要吃的时候才穿烫哦，因为它 Q Q。买你们喜欢的粿条仔的，这是比较幼一点的。幼的啊。我来有一个丢垃圾桶了，那牌子。没有垃圾桶，那个牌子不一样。哦，不一样啊！可以买你们不同一间买的啦。我买一包了，又怕不够吃，我又多买一包。这个，可以买这个。这个包。穿烫一下就好了。这个、哦，可是看不到什么牌耶。一个 KK。一个什么 K 的，你看得到吗？这样子的。哦，你们去找一下，找你们喜欢吃的牌子。你们的福建话跟我们巴生一样哦。割掉片啊。割掉片啊。巴生是假巴不得。我们那边是割掉片。这个细细不会很大个。有像龟爪哦。就是龟爪吧。龟爪吧，这个龟爪。就更勤力煮更多次了。好了，然后呢，爸爸刚好帮我们切好，我们要来给粉丝看一下切好的成品啊。嘿，爸爸切到，你看，你看爸爸的那个真材实料，看到吗？爸爸切到很均匀耶。
把那条不给飞弹波了，我给你敲下来了。可以可以，我帮你切。我拿头。你那个也只能拍照，可是拍这个。你看，满满的料。这碗就是为了爸爸妈妈吃。这个好像妹妹最喜欢的这个。妹妹喜欢，她先跟你讲打包了，我一进来。还有那个梗啊，那个筋。那个、可是我不敢跟妹妹讲，不懂会不会吃剩呢？不敢答应她先，等下面打嘞。妈咪，等下你拿给我吃吗？等下你拿给我吃吗？这个是小肠。这是小肠。好像两层。一点葱花在哪？葱花在那边。还有鸡蛋啊，爸爸。鸡蛋。鸡蛋。鸡蛋。爸爸少一点。爸爸鸡蛋。贵的，贵的。还有什么？鸡蛋。哎，等下，爸爸。先倒掉。来了。蛋，加蛋啊！倒瓜嘞，妈咪在这边你跑掉了。对，爸爸看。啊，有，等下爸爸准备辣椒，还有葱。哎，你的豆腐嘞？那个刀工厉害哦，那切到挺漂亮。嗯，豆腐，豆腐。一起做他的招牌动作，拜拜，叮叮，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粉丝们可以去重播找食谱哦，或者是 Telegram 师妹啊，拜拜，今天有好吃的鸽子、龟爪还是鸽爪吧，龟爪哈，果子。哇，我们这个有卤猪头皮、粉肠、小肠、鸡蛋、豆干、果条仔在下面。哦，对哦，还一下子，爸爸切好了，来。哇，可以 join Telegram 啊！大家有 Telegram 的link 发给粉丝啊！烧啊，烧！爸爸、妈咪，妈妈小心！妈妈要拍一个爸爸的成品给你们看一下。来，妈咪拿个白色的盘哦。小心啊！我是在等你，等你的粉色。妈咪不要用手，危险，烧。是烧的。烧啊，因为它刚刚卤，因为它刚刚卤上来，尤其是鸡蛋里面一切开的时候超热。妈妈给你们看一下爸爸的成品，切到很美。爸爸在旁边哦，幕后功臣，切的功力。来。对。
喂。你们刚才想念爸爸切到怎样？啊？来了。叮叮叮叮，我们给你们看爸爸切好的成品。他在一旁呢，我们在卤弄那个果条仔的时候呢，爸爸在旁边一直慢慢的切哦。然后妈咪现在淋上那个酱汁，那个卤汁，我们刚卤了的酱汁，给大家一起看。然后记得大家在切的时候哦，给它冷一点才切哦，因为很烫哦。比较好切。比较，可是冷的时候呢，它比较硬度呢，它比较好切一点点。来了，安迪秀来了。安迪秀来了，爸爸切好美美的粉肠。小肠、猪头皮、豆干、鸡蛋，噔噔噔噔，来。我要放，妈妈放。OK， 我第一个拿。啊，我第一个拿。还有葱花哈，妈妈还有葱花，你葱花要吗？给你吧。用有了。嘿。来。我们今天爸爸的成品哦，你看切到几美。叮叮叮叮，好了，拜拜。喂，妈咪还要做多一次招牌动作啊？我记得了，我刚才做了。啊，美美的，你看美美的。